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，谁是功夫高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一起跟着公众号老九娱乐去看看，李冰冰40加的年龄还能有如此矫健的身姿，看来平时勤于修炼呀。金巧巧舞蹈学院芭蕾专业出身，论技功无人可比，小小的一字马自不在话下。蒋欣这腿长大概得有2米吧，娘娘一出腿果然不同凡响。景甜这柔韧度也是羡煞旁人，都说女人是水做的，这回我信了。某女郎张慧雯果然技高一筹，系个鞋带也要与众不同，展现身姿，你就说你服不服吧。张兰心是2004年跆拳道全国总冠军，真正的武林高手，被成龙看中主演12生肖，成为龙女郎。看这大劈叉的高难度动作，张兰心做的可谓完美，而且腿长10米，画面美得不要不要的。刘雨昕，这是力量与身形的完美契合，性感与清纯并存，真的是美死了。